这个洞。我的鞋子掉了啦，刚才掉到水沟里面了。下次掉了，不是那个机车道呢？去找个机车道呢？你们人家去掉啊？快快点啊！我的鞋子掉了啦，刚才掉到水沟里面了。是的，这是超意外啦，跟我讲了，这是跑掉的啦。反正我会送你去专程送你上去好了。老弟，你跑什么？东西，